我已经开始掰嘴了。凯旋，我都已经开始掰嘴了，还不跑？太天真了！这波先推进塔，我不想让皎月吃得很舒服啊 ！EQ 蹭一下先走，回头 EQ 再走，骗个大招很舒服。他这个血量强杀好像没什么机会。这几只鸟是我养的呀，再 EQ 蹭一下很舒服，假装走了，给他一个错觉，回来再刮起来，好闪，闪现躲了我的风，先 EQ 走，进来了，我养的鸟，兄弟们啊！气势打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他闪现还没好，还有二十秒，他闪现跟我同步点。一上来一个 AQ， 一过来一个 AQ， 一上来一个 AQ， 看到没有？我的连招都是 AQ，EQ 提前挡一下，你看大招骗出来了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再挂起来，是不是？然后再飞龙在天，落地一个 AQ，AE，AQ，A， 大家看一下我的连招，全部都是 AQ。这波如果你直接 Q 的话，伤害不够，一个老亚索的连招。真的非常重要 ，Q 立马取消 A 的火摇，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招。记住，极有功夫三 T 区 ，More than 三。